一样，我们的前，这是一个75分钟的课 ，OK， 前40分钟 ，OK， 我们都会是练习手臂的力量、肩膀，还有核心 ，OK， 过后才练习我们的 ankle， 可是中间今天我们 flow 时候，我们可能会回去之前学到的东西，好像 baby crawl，甚至是上个星期学到。 The cycle, okay. 每个人从这边坐在我们脚跟上，一分钟时间把眼睛关起来过后，把自己完全带到瑜伽垫上，所以哪里不舒服哪里动动，过后觉得可以专注过后完全不动，身体不动，持续跟着我们的气在里，所以跟着我们呼吸中。 稍微的收紧我们的核心一点点，不要让我们全身的重量全部跑到我们脚跟、脚背上，所以感觉到我们的头顶，准准头顶上面有一条好像线，我们的头顶连着那条线，有上去上面的感觉，我们的头顶到我们的尾巴、我们的尾骨，有一条线或者一直长的棍。 把身体挺直一点点的感觉，肩膀是放松，一直抓着这样子的，练习，慢慢的，吸气的时候睁开眼睛，step，一个呼吸法做 kapalabhati 10次，然后 times 2 set 2 set，OK。 把专注放在吐气上，吸气让它普通的吸气，用鼻子吸气和鼻子吐气。吸气的时候把空气填满，用手我们负责膨胀起来。吐气的时候用鼻子大力的吐气，再普通的吸气，大力吐气。吐气的时候空气会从身体出去，身体外面全部出去上面，所以你的身体、你的肚子会沉进去里面。你可以做10次，准备。不懂的人手可以放。 你的肚子上，吸气，开始吐气，然后放松一次。 不同的呼吸。第二set的时候，最后一个吐气的时候，吐到完，用鼻子吐到完，然后憋气，不呼吸，不吸气，憋气，抓着你的核心，你的肚子，不要让它沉下来，抓着憋气。
OK， 就憋到你不能再憋了，吸气回来。OK， 准备，吸气，开始。八、九、十，吐气吐到完，憋气，留住，抓紧你的肚子。然后你要吸气，慢慢回来，动动你的手腕，是脚扣，动动我们手这样子，然后顺便回到我们普通的顺畅的呼吸 ，OK？ 脚板脚背很不舒服的可以背起来，可以动，可以的人继续坐着。先打开我们肩膀一点点，多直一点点，吸气把手抬起上面伸展，看上可以哈。吐气手放下来看下，再做几次，吸气手上，每次伸展多一点点，吐气手下，看下，吸气上，看上手可以的话合起来，吐气，吸气，吐气。吸气，留住，看前面，把食指交扣，把手掌心推去上面 ，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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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吸气手伸展一次，弄长点，吐气手手带去后面，胸带去前面上面，开，吸气回来，吐气开，吸气回来，吐气手上去去后面，吸气回来，吐气手上去后，吸气回来。手放松，右手折起来，左手放右手肘，吐气后面再去前面。这时核心抓着一点，不要让它翘起来，你的臀部肚子有抓一点点。颈项放松，慢慢的，那只手放手，这只手一样的手去前面，去到左边 ，OK， 左手勾着它，这只手保持着直直，勾着它，把它带进，压进来你的身体的感觉，这个肩膀不要起来，肩膀沉下来，离开你的耳朵，然后看去右边，转了头去右边，感觉到右肩膀有点不舒服 ，OK， 可是也不要让它起来，让它下去。慢慢的回来，收缩你右肩膀，动动它，然后左手伸展，折起来，一样的，右手折着左手肘，带去后面一点点，推去后面，再去伸，整个稍微有小小动作，就是你左肩膀，左手去上面，去后面，再去伸的感觉，把弄长，推去后面，再去伸，肚子没有放松，肚子坐着。慢慢的，手放松，一样的手带去前面直直，带去右边，右手勾它带进来，左肩膀没有起来，左肩膀下来，看去左边。然后慢慢的回来，收回点手，把肩膀动动，慢慢的推进起来。这时候手动动，我们脚踝先松松，脚趾头也开关开关的，那样舒服一次。从我们的桌子坐几次，可以靠把我们的
身体前面的后面打开一点点，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可是我要把专注很多放在我们手掌，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手的中间那块肉推去地上，吸气打开，手指头抓，手的中间推，吐气卷起来，所以是用力的手推，打开你的身体，前面的后面，卷起来，再做几个，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回来你的桌子 ，OK， 我们的桌子这边稳稳的桌子，从这里我们全身部都肚子有抓紧一点 ，OK， 我们让我们肩膀后面有两块肩膀 ，OK， 我们的脊椎旁，这时手胸掉去下面，手脊椎旁是靠近 ，OK， 胸进去里面，让我们脊椎旁离开对方。脊椎旁靠近对方，胸掉下来，脊椎旁离开对方，手一直推，所以不是没有控制的下颌上的，是有控制的下颌上。下的时候脊椎旁靠近，起来的时候脊椎旁离开，尽量不是肚子动，不要肚子在动 ，OK， 不是肚子在动，只是肩膀下上，把你的专注待在一个点上，就是你的肩膀而已，手肘不折 ，OK， 一定手肘没有折 ，OK。手指指着，手指推着，带你的专注力去到你的肩膀就好，下了三这样子，下到最多，然后上到最多留住，让你的脊椎旁离开对方的感觉，耳朵离开你的肩膀一次，然后脚手推在地上，让膝盖离开地上三公分，留住，肚子抓，手继续推，让你的脊椎旁一直离开对方。五、四、三、二、一，慢慢的膝盖出来，放下来，退后一点点，松一松你的手，摇一摇，听，就很重要。这个动作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打开，没有缩起来的感觉。OK， 很多按摩的都是需要用到这个，让我们的手背慢慢的放在地上。让我们的手腕靠近地上 ，OK， 然后慢慢的身体出来一点，带去后面多远一点点，去远一点点，可以的人 ，OK， 不能的人控制，你自己知道你在哪里，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很辛苦，留住，可以去后面多一点点，去后面多一点点。然后上回来，肩膀准准在你的手腕上。然后开关，开关，我们手掌、手指头开关抓紧，开抓，开抓。然后再次回到我们的桌子，把我们的重量移到我们的手指头 ，OK， 所以身体带去前面一点点，然后手指头推地上，尤其是八只手指头，拇指不算 ，OK。前面的八只手指头抓地上多一点点，然后把手掌心带起来，所以重量放在你的手指头，然后移去左边，身体移去左边，移去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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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回来中间。手掌放回来，这是把你的手指头就这样子慢慢的转去后面，朝你的膝盖 ，OK， 朝去你的膝盖。抬手指太直的人，看我的手好像这样子，手肘折一点点，不要让它跑，不要重量掉去我们的手肘那边 ，OK。我们要练的是手腕，你觉得手腕有点不舒服，对，然后身体重量移去前面，移去后面，移去前面，移去后面多一点点。移去前面，再移去后面多一点点。移去后面的时候，手掌心不要起来。移去前面，移去后面，留住几次，几个呼吸，慢慢的。记得手肘需要责任，折一点点。耳朵跟肩膀放松，不要抓紧。在后面就留住。然后慢慢的回来，手回去我们的
桌子，把你的左小手这样子轻轻放在地上 ，OK， 用你的右手的手肘按摩一下你的手，那剩下的靠近手肘那边的肉，你可以按一按它。好像按摩一样 ，OK， 揉一揉它，然后换手，这样子也可以 ，OK， 随便。然后回来，再一次回到我们桌子过后，再一次把机制盘带离开对方 ，OK。这时开始手指头抓，手掌心抓。这次不止把膝盖带起来，我们要把脚弄直，去一个 full plank。所以把机制盘带离开先，耳朵长，离开肩膀的颈项是长，才把膝盖带离开，把脚弄直 ，OK， 很好留住。去感受一下，不要把重量放在手腕上，身体重量可以去前面一点点，肩膀带到手腕上 ，OK， 然后把肩膀。记得机智旁带离开对方，不离开对方，肚子坐一点点很好，每个人五四，肚子有坐一点点，三二一，慢慢的去到 downward facing dog 下犬式，这里动动我们脚，脚跟上下上下的动，让它舒服。第一次再拉我们脚筋，慢慢的拉它，一点一点。在两手中间，大步的走，我们两脚去到两手中间，踏一步，踏一步 ，OK。看前面一次，把胸打开一次，膝盖可以继续折没有关系 ，OK。把背弄直一点点，脚的中间有推靠进地下，把颈项弄长一次，耳朵跟肩膀离开，整个脚板有重量 ，OK。包括脚趾头和脚的前面，慢慢的是一个前弯，把我们的头顶带靠近脚趾头的感觉 ，OK。把臀部带高。所以你的脚跟跟你的尾巴是反方向的一点点，膝盖折着也有潜意识的想着你的脚跟你的屁股是反方向一点点，拉一点点，然后膝盖折，卷着你的背慢慢的站起来，放松，动动你的身体，摇一摇，松松，然后站稳，白日是几下 ？OK， 我们。肩膀绕一圈打开，手放在枕头旁边，机器把手带去上面伸展，看手，吐气慢慢的下个前方向，机器看前面把胸打开一次，吐气膝盖折，走双脚去后面一个 plank， 跟刚才一样啊，背弓直的 ，OK， 下脚蹲高或者是膝盖放下来的一半，机器打开肩膀 ，mini cobra 就是 cobra 或者是 up dog， 吐气肚子缩，脚手按在地上。再全是一，我们去三，我们留三个呼吸。三，吸气的时候，大步走，连双脚去两手中间，看前面把胸打开一次，还是吸气啊？吐气，慢慢的向前弯。膝盖折一点点，吸气站起来，伸展全身，弄长式。第二 set， 吐气响。吸气看上，把胸打开一次。吐气可以换脚，走你双脚去后面。plank 跟刚才一样，好好的 plank 下来，下一半脚跟 run down。吸气把胸打开，膝盖起来的话，打到。吐气肚子缩，再全身。一，你加油，吸宝贝们。
三，吸气的时候，大步的走，双脚去两手中间，看前面，把胸打开，呼气向前弯一次，吸气站起来，伸展全身，吐气，第三次，下，吸气，向上，吐气，左或者跳，感觉让，吸气打开。吐气，肚子缩，三次呼吸，三吸气的时候，轻轻的走或者跳到两手中间，看前面胸打开，吐气向前弯。吸气站起来，看手，吐气下跪下，第四下。吸气看上胸打开，吐气走或者跳去后面 ，chaturanga。吸气整个手掌心推，手指头推，吐气肚子缩，再选择三吸。三吸气的时候，轻轻的走或者跳到两手中间，看前面把胸打开一次，吐气下一个前弯一次，吸气 chair pose 膝盖折，走到耳朵旁边来了，椅子留住你的椅子，看去地上的时候膝盖不要让它折着脚趾头 ，OK。然后臀部去后面下面，脚推，脚抓地上的感觉，让它的力气跑去你的脚的马氏，还有你的肚子 ，OK？ 你会觉得肚子有酸，脚会酸没关系 ，OK？Yes，、okay? 好，不要放松 ，OK？ 手拉，手指头跟你的尾巴反方向的拉一点点 ，Yes， 好，三，你吸气伸展是手跟臀部拉一拉。吐气出来，下一个前弯，把脚弄直，慢慢的下。吸气看前面，把胸打开先。吐气左的跳去后面 ，chaturanga。吸气把胸打开一次，整个手掌由中央推。吐气肚子缩，手掌心推，然后推伸到把两脚合起来先。吸气把右脚 right leg 带去后面上面弄高一次。吐气的时候一个 crunch， 膝盖去到鼻子卷起来，背拱起来。吸气，右脚去后面上面弄高一次，吐气，再一次卷起来，卷多一点点，才来踏到两手中间，两脚推，吸气，两手带上，还 lunge， OK， 吐气，手轻轻的放下来，把右脚带去后面 ，plank， 再半，吸气，手掌心对手指头抓，吐气，缩起来，脚合起来，吸气，左脚带后脚。吐气 ，crunch， 膝盖去到鼻子卷起来，吸气，左脚去后面上面弄高，吐气卷多一点点，才来踏两手中间，两脚推，吸气伸展，连手上去上面踩烂，吐气手放下来，左脚带去后面 ，plank， chaturanga， 伸个手掌心推，把肩膀打开，吸气，吐气肚子缩，再舔舐。三个长呼吸，三吸气的时候，轻轻的走或者跳到两手中间，看前面把胸打开一次，吐气下一个前弯先，吸气膝盖折去。到我们的 chair pose， 可以伸点点 chair， 臀部去后面坐下来的感觉，脚继续推，留住。做完你们真的可以感受到肚子，所以我要你们把重量放在左脚，右脚起来，让膝盖去到胸部的感觉，所以左脚很大力推去地上，让你的肚子
用力的把膝盖跟胸带靠近一点点，右膝盖。三、二、一，右膝盖，右脚放下来，右脚推，吸气，把左脚带起来。三、右脚推多一点点，肚子的力一点点，把膝盖带靠近胸。不稳的人看前面一个不会动一点，找平衡。三、轻轻的脚放下来，吸气，把手拉一拉。吐气出来，下一个前弯，把脚弄直。吸气，把胸打开，看前，胸打开，背直。吐气，左后脚去后面。下一半，吸气，打开，手肘关着，手肘关着他们。吐气，肚子缩起来，下犬式。两脚合起来，吸气，把右脚带去后面上面弄高。一样，吐气卷起来，卷。吸气，右脚去后面上面弄高。第二次卷多一点点，吐气卷，先卷，然后插在两手中间，两手两脚推吸气，两手伸展去上面，好了，两脚有力，吐气手放下来，右脚把它带去找左脚，去一个 side plank， 吸气右脚上啊，右手上去上面，这时候说你只有一只手，所以整个手掌心手指头坐地上的感觉，不要让它全部跑到你的手腕上，一手轻轻的放下来。OK， 下的时候手肘关着，不要让你的膝盖打开，不要让你的腋下打开，感觉关起来，才下一点点，吸气打开，吐气卷起来。OK， 左脚的时候吸气，把左脚带后脚，吐气，膝盖去到你的鼻子卷起来，手掌心推，手指头推，吸气，左脚朝你上面弄高，吐气卷起来，踏在两手中间，两脚推，两手才有力。推起来，吸气，好了，吐气，手轻轻的放下来，跟我把左脚慢慢的带到右脚，或者打开没有关系。吸气，把左手带高，整个右手的手掌心推，手指头抓地上，食指的根有动到地上，可以推。上面那只手想要上去上面，慢慢的手放下来，夹着你的腋下，不要让它打开，才来折一点点。下叉的软骨，吸气打开，胸打开，吐气肚子缩，下犬式。那三个呼吸，这时候手下犬式，我们也有把肚子抓一点点 ，OK？ 想着你的肚脐，想要去找你的脊椎的感觉，让它缩起来。下一个呼吸。三，吸气的时候，轻轻的走或者跳到两手中间，看前面把胸打开一次，吐气下前弯一个，吸气回去 chest 一次，吐气手合起来一个，放胸前，我要慢慢的吸气的时候把肚子弄长一点点，吐气的时候转，用自己的肚子的力，旁边左边的腰的力，转你的身体去到右边去。不要转你的臀部，不要转你的脚，脚不动，用你自己的腰的力转到右边，吸气回来中间吃，吐气慢慢的转到左边另外一边 ，activate 你的右边的 core， 右边的腰力 ，OK， 吸气回来中间，再次吐气回去右边，转多一点点，可以把手肘轻轻的放在右大腿的方，然后继续推，手掌心推，然后转多一点点。慢慢的吸气回来中间一次，吐气转另外一边，转到最尽头先才来，轻轻的把右手肘放在左大腿外侧，才来推你的手掌心，转多一点点，所以是用力的转，很好，吸气回来中间一次，把手拉一拉，吐气才来下一个前弯，啊，腰有点酸，脚有点酸，吸气看前面，把胸打开先。吐气，轻轻的走，或者是跳去后面。Chaturanga 下一半，夹着你的腋下，明白吗？吸气，手掌心推，手指头抓，把胸打开。吐气，肚子缩一次。下到我们的下犬式，把两脚合起来。吸气，把右脚带后带高一次。但是吐气的时候，我要你们膝盖折起来，膝盖朝去天花板，慢慢打开。OK， 一点点就好，慢慢打开，膝盖让它朝去天花板。Yes。Yes， 然后你的脚趾头好像是要去找你的左肩膀的感觉。
不要去到很深，我要你的两个手还是有推，把肩膀弄平的感觉，不要一个肩膀上，一个肩膀下，尽量。这时候，你们吐气的时候，让膝盖从旁边右边去找你的右手肘的感觉，还是 crunch， 还是把背拱起来，肌肉旁离开，吸气右脚去后面一次 ，OK， 吐气再一次去到右边的手，的腋下，靠近那边，吸气再次带去后面，吐气起来，这次膝盖去到鼻子尖，踩在他的两手中间。我们从这边去我的度，把后面脚跟放下来，慢慢打开去我的度。那么需要打开这边一点点 ，OK？ 所以慢慢的下身一点点别的。前面膝盖跟你的脚踝一条线，不要超过，也不要太少，尽量的点支持这样子 ，OK？ 前面的脚板那内侧有推，把这个膝盖有力的打开，去后面，手拉长，看前面的手。后面脚外侧推 ，OK， 肚子有抓 ，Yes， 可以，留住每个人，留住拉一拉你们的手 ，Yes， 就可能用力的把你的右膝盖打开去右边，啊 ，OK， 脚板内侧有推进地上的 ，OK， 不是放松的，很好。拉了你的手，慢慢的把右脚弄直，上半身去前面脚，拉一拉左边的脚 ，OK， 右手可以放在右小腿，轻轻的放，左手上去上面，把左髋打开，有感觉到左边的腰到腋下有拉到，很好，前面的膝盖需要折一点折 ，OK， 两脚有力。推去地下，看地下 ，OK， 看前面的脚，折你的前面膝盖，手轻轻的放下来，再去 side plank， OK， 右脚慢慢的带到左脚，这次更加的用力，左手推，右手上去上面，甚至把右手带到耳朵旁边，把臀部带高一点，三，一手轻轻的放下来，一个 chaturanga， 记得手肘关起来，靠近你的身体，不要打开，慢慢的下，吸气打开，吐气肚子缩下犬式 ，OK， 留住你的下犬式。我们做一模一样东西，给左脚吸气，左脚带高，吐气的时候折起来，就这样子慢慢的让左膝盖朝去天花板就好了，不用一下子去到很深，慢慢我们留在这边几个呼吸，可以慢慢的打开。这时候你的挑战可能是你的手，不要放松你的手，手继续推地上，有力的推地上，抓，把你的肩膀带平的感觉，你才能专注在你的膝盖要打开。如果你的手没有力，基础不稳，你不能用力的打开你的左膝盖，你左臀左髋。这里吐气的时候，让你们每个人左膝盖从旁边。去找你的左手肘，身体移去前面，背拱起来，脊椎旁离开，有没有？吸气，左脚去后面 ，OK， 再一次吐气，卷起来，从旁边去到更高的地方去找你的左边的腋下，吸气，再一次带后，把左脚弄直一次，吐气的时候膝盖去到鼻子，卷起来，插在两手中间，后面的脚跟轻轻的放下来，吸气。手绕圈起来，我会度。手要开关，动作你手腕可以 ，OK。可是脚弄好来，屁股弄好来，下半身弄好。你的我会度的下半身最重要，手这样子没有关系 ，OK。屁股下面要稳。好，很好，每个人都做 OK。保利球也是个先生。我话都诶，我慢慢上去来，肚子抓一点啊，你 OK， 不要放松，先来，肚子抓一点，嗯，yes， 罗云，用力的把左膝盖打开的意思，去后面，前面那个膝盖，
肚子抓紧的意思，不要放松，不要翘屁股。你现在有一点刻意的翘屁股的意思，不要翘，对不对？大家算一下，这个膝盖打开，他们你只要能看躺起来，开这边抓，前面的脚抓，okay？ 慢慢的把前脚弄直，上半身去前面脚，用力的哈，不要整个层把重量全部掉在左膝盖啊。OK， 右手上去上面，把右胸、右肩、右髋打开，感觉到右边的腰也被拉到，所以你上面那只手跟后面的脚反方向的有拉一拉，后面是脚是有力的踏去地上的 ，OK。你离上去上面一点点，你右手上去上面，哈，把右屁股打开，不要关起来，不要朝下朝上，开去旁边，很好看，去前脚，膝盖折，手肘轻轻的放下来，再次去到我们的 side plank， 两脚合起来或者是打开没有关系 ，OK， 右手出去把左手带起来，甚至带到耳朵旁边去拉一拉。你手轻轻的放下来，夹着你的手肘，让你手肘靠近你的身体线，身体去前面，下去让它留住，关着，不一定要高，不一定要伸到一半，下一点点也可以，手掌心推，手指头推，留住，去感受一下你的手掌，你再这样子用力三，脚弄直一点点，一零，脚分担你的力气，一起推起来。我们的 cobra 或者是耳朵，很好，吐气，臀部去找你的脚跟，坐在你的脚跟上，十指交扣，动动我们的手腕，从这边轻轻的把你的小手放下来，你的手肘我不要打开多多，我要手肘的宽度跟你的肩膀的宽度一样就好，所以肩膀就存储在你的手肘上面。然后我们才来把脚趾头踏地上，把臀部带高，膝盖带起来。这是我们的 dolphin pose。OK， 我要以手的里面 ，OK， 小手的里面有推的按进去里面的感觉，推的推进地上，不要把全部放在外面而已，里面也有推 ，OK， 里面也有推。Yes， 然后走你的双脚去前面一点点，靠近你的手肘 ，OK。Yes， 然后把你的胸。推去脚的方向，所以用你的手力一点点把你的胸推靠近你的脚 ，OK？ 我知道你的脚很酸，膝盖需要折一点点没有关系 ，OK？ 可是你要把手继续推的感觉，手继续推，用你的手力，颈项放松一点的 ，OK？ 颈项放松，每个人颈项放松，不要太坐紧。Yes， 很好，那你把你的胸推靠近脚的方向就好。头让它离开地上多一点点，明星。头离开地上多一点点。从这边才来，慢慢的，我要你们慢慢的膝盖折，让膝盖轻轻的去到我们的腋下的位置，靠近腋下越好。OK， 不能的人离开腋下一点点没有关系，然后身体移去前面，继续小手推内侧，尤其是才来把一只脚带起来，去我们的 side 我们的 baby crawl。OK， 这是之前学过的，我们练习一下子。Yes， 肚子抓，练习不是这样子放着吧？肚子有抓，卷前一屁股，哈哈，很好，没接过你。哦，很好，夹着脚跟去你的屁股啊 ，Annie， 脚跟去你的屁股啊，夹起来，四、三、二、一，轻轻的放下来你的膝盖。一个 child's pose， 手移去前面，额头放地上，慢慢的把我们手带到身体后面去，十指交扣，把拳头带后上，去头的方向边。然后下回来，上下几次，OK，大舒服一次。
慢慢的手放松，手走去前面，推进起来桌子，脚手踏 downward facing dog 啊，弄回来。看两手中间，我们把脚踏到手的外面，一步就踏踏，踏着轻轻的跳 ，OK， 跳去手的外面，然后蹲下来，慢慢的蹲，慢慢的蹲，慢慢的蹲，手合起来，手肘推你的膝盖去旁边。你有两个力气，一个是用你的手推，另外一个是自己的脚的力推 ，OK， 手可以的话用脚多一点点，手不用力也可以 ，OK， 去到你的尽头先，你的膝盖。才来再用你的手的力推多一点点，所以已经不能再用自己的脚的力推了，再用你的手帮忙推它开一点点。OK， 臀部让它沉下来，不要让它翘起来，臀部让它沉下来。慢慢的手放在地上，就这样子，我们好像青蛙这样子，身体起来一点点，夹着你的脚外侧啊，脚夹着你的手外侧，然后身体移去前面一点点，手掌心开始推，手指头开始推，一只脚起来，另外一只脚起来，这个是简单的 crawl， OK， 夹着的去前面，不要放松你的脚，一起来过后，我要你们夹着脚跟来，它就要找你的臀部这样子的感觉。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很多重量是放在你的手臂 ，OK， 可是起来过后手开始推，脚开始抓，肚子开始缩，让重量分散在你的肚子、你的脚，不是只有你的手 ，OK， 尽量的夹腰、夹腰抓着，所以你的手肘是不会打开的，因为你脚关，你的手肘起来，把手肘关起来，靠近身体有没有？身体起来移去前面 ，OK， 试试看。可以的话，你有几个？脚脚，还是脚脚一脚？如果你的脚脚一出，大脚一出，两个手，整个手会抬一些，对，然后整个手抬一些，对，不要像接下来就是这样，你就可以了。不要怕，不要怕，你的手指头是你的，你的手的，明白吗？手指头是你的梦想。你们要再去前面的时候，手指头推多一点点，让它回回来而已。OK， 所以你们不要怕。三、二、一，慢慢的回回来这边，把你们手背反方向的推推对方。OK， 放松一下。我们还会练习 ，OK， 不要怕。还有练习时间。然后慢慢的坐下来，动动你的手，膝盖上下上下，跟着我 ，OK， 右脚折起来，好像抱 baby 这样子抱，抱着我们的婴儿这样。这只脚我要不要你们放松？不要你们放松，我要你们 flex 它，脚板打开，然后夹着，所以你一抓着它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的转的，它还是直的，也抱着它，你可以这样子人僵，不能的话这样子 OK。然后挺直你的背，然后转转，转一转你们的 baby， 可以让脚靠近胸，胸靠近脚一点点的人拉靠近，再来转，很好，回来中间先，右手 OK， 抓着右脚板。膝盖往后，所以这个这样子打开出来，这样子把膝盖带到腋下后面，拉下去后面。OK， 左手可以 support 在身体后面。OK， 这样子 support， 然后把大腿一点点，后面不要挺起来，尽量的身体收去前面，把膝盖带后。OK， 把膝盖带后，把膝盖带后，把膝盖带后，用你的手一点点把。把你的脚板推后，推进步，很好，慢慢的回来，
看我 ，OK， 这样子手抓着脚，左手抓着右脚板，把右手带到右脚下面 ，OK， 可以进越高越好 ，OK， 右手放下来，右手放下来，左手继续抓着 ，OK， 慢慢的放松你的手，两手推在地上，把臀部带去后面上面。把臀部手推，把臀部带去后面上面。很没有力的人，手放在你的脚上面，因为没有空间，你要故意把屁股带上，再可能脚起来。这是 elephant trunk， OK， 这是我们的大象鼻子的 pose。背后高高高高高，可以的人才来带起来。所以要有一点核心，你核心抓着，记得吗？刚才我们站着的时候，让膝盖靠近胸部，感觉，所以就是抓着，让它缩进去里面，感觉不要放松。OK， 慢慢的下。OK， 从这边，这只脚直的脚，勾它放上面吧。OK， 放上面，左手轻轻的放下来，小手整个放下来。这一个是小手，一个是手掌 ，OK。这里吸气吃的时候，吸气吐气的时候，我要你们用一点点的 momentum 推力，推力是提醒你把屁股带起来的感觉 ，OK。从这边放下来有没有？吸气吃吐气的时候，把身体重量移去前面，把屁股带起来，感觉推这样子 ，OK。好像很多动作，其实就是很几个小小动作，也很简单的动作，只是我把它 break down， 把它分散到这么小的细节，你们不需要听我 ，OK？ 你们会的话，就是慢慢推起来，然后把脚弄直一点点，看你的脚就这样简单，这就是一零 pose， 可以的人才能把手带起来 ，OK？ 这只手你的重量是跑在你的这只手上面，所以这只手不可以放松，推地上，好像你有两只手这样子的意思去推。可是现在你一个手掌，一个小手，两个这样子推的感觉 ，OK？ 这个手的 roll 推，手指头推，试看一边就好，转回那一边，因为我们是打开右脚了，知道吗？还没打开左脚，转右脚。为什么很多人不能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女生，除了 Jack， OK， 女生臀部比较大，显得很重。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的话，你看我，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你想要上来很难，因为臀部很重，而且你上来过后，你又没有把身体重量移去前面，你一直放在这边，重量那么重，一定掉去后面的。所以你要把重量前面跟后面分50-50的话，其实它就掉在这边，重量就放在你的手上面了 ，OK？ 才能把脚弄直，手推。所以不要去后面，身体移去后面，重量很重的话，一定掉在屁股上面，该屁股后面的 ，OK？ 所以身体移去前面一点点。所以我说为什么它是有吸气式，吐气手推去前面起来一次 ，OK？ 还是一样的身，你的脸是靠近前面的前面地上的。再来把脚弄直，看去右边，这样子吧。在腿的人这边 ，OK， 手起来，放在你的脸可以做，那么这个
chi mudra 可以做 love 叫什么不懂啊？ 所以 另外一边 OK 我再回来 我们再做一样的东西回来， 什么时候你手？ 所以为什么你的这只手的推去地上很重要？因为刚才是两只手嘛，还可以分担。这里变成一只手的时候，你又把重量全部放在手腕的话，你手腕一定不舒服。手的中间那块肉推，手指头推抓 ，OK？ 这只脚把包靠近胸推去脚，脚推靠近胸，包紧一点点，然后腰。 推多点去左边后面，当膝盖掉去左边后面，然后回来，左手抓右脚，右手放在你后面，膝盖去到腋下旁边，拉下去后面，推它，修之前，这边，这边，啊，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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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黑黑买几啦，阿伯走的 elephant trunk 的嘞。然后回来，把手放进去，先转你的腰背，这个 elephant trunk。屁股上来，脚不能动，不能离开这上面的关系。可是我要怎么用手还有肚子的力，把屁股搭去后面上面，至少有屁股搭去后面上面，而不是只起来。OK， 搭去后面上面。然后来把脚搭起来 ，OK， 再把卡压起来，稍微加力上够了。Good， 你去更好，好。来，背不勾啊，延伸，手推，把你背拱起来，看他们坐在地上那个感觉。Yes， 然后你们才做你们的 eight limb，OK， eight angle， sorry。打，先去头前那步啊啊，说话，要去先去头前，中央去前面，先去头前，上半身去头前。左跑跑跑的 elephant trunk 先，手滑跑的 elephant， 这里，你先，来跑起，把刀了，他怎么发表的？你说你把刀，你把刀。他娘没有力量。手动再来说一次 ，OK？ 爹，手松松啊。放松，不要没有力啊！不要一直推。放松一下身体，可能再做一次，等下再做一次。OK， 大概用一到两次的那种 momentum 推吧，不要推三次、四五六次，那都是不成的，因为你已经没有力了，你还去推。OK， 记得小手放地上这样子。OK， 吸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去前面，把屁股抬高，然后马上就把脚大概 activate 你的脚，把它弄直一点点，然后看去你的脚。再给它把它带起来。Goodbye。哈哈，好吧。OK， Annie， 不干了。你马上走，走吧，走这边去。左手放在右脚啊，右脚勾他左脚，
右手放小手放在哪里 ？OK， 第七次吐气的时候，睡眠身体的前面，屁股带高起来，然后把脚拢直，缩一缩你的肚子，看住你的脚，有一条筋吧。Yes, 可能有一点比较难的 ，OK， 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没有关系。还有看我的手，自己举我 ，OK， 手放到旁边，我就按它，也可以，也可以。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 ，OK， 从这边比较难，往那边直直的比较难，这样子的话可能简单一点，比较脱力。比较多一点空，地方给你补一补一起来。嗯，还有练习时间，不要打谁 ，OK？ 松松的手去，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十分钟 ，OK？ 这个平衡啥，需要走操，剩下都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刚才做这个很难的人，在练习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可以练习这个，接下来是两手。OK， 一样的东西，可是是手，记得吗？刚才我们做这个 elephant trunk 是 preparation 的，就是准备有功夫，我们去做 full 的 eight angles， OK， full 的 eight angles， 刚才我们做这样子起来有没有？然后 full 的 eight angles 是这样子，手掌在地上的，推手掌，把身体移去前面，一样的东西，跟刚才一样的 concept， 吸气是吐气的时候把屁股带起来，身体带进前面。你可以做这样子几次，吸气、吐气、憋气。我不要的是吸气、吐气啊！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没有用，因为你做不到那个 pose。你只是把屁股带起来，你没有力带去前面。你要把中央上半身移去前面，臀部在后面，所以分起来可以一两秒，一个呼吸才能慢慢的回来。所以呢，练习是吸气、吐气起来，慢慢下来。吸气，吐气起来，这样子。再可以留住的人，起来把脚拢直，把手肘折，夹着手肘，夹着你的身体，看着你的脚。OK， 从旁边看就这样子，我坐在那边，夹着这个手没有拍起来，关着你的腋下，不要让人家看见。吸气，吐气起来，然后慢慢的手肘折，看去左脚，看去你的脚。OK， 可以的话把肩膀拢平。一上一不要一上一下，回来，下回来。别转，别米几个，掉，中央头去前面掉点 ，OK。对，这个是平衡，你知道，其实把中央分散在前面的后面，你就不会掉了。可是前提是你的手要有力，当你找到平衡的时候，你手没有推，你就不能。Yes, good. Yes, Polika, good. 肩膀让它可以相关相连 ，OK. 如果你觉得这个手长得根本就不可能回去，你的小手在地上那个前一个 ，OK. 不要急 ，OK. 不要急，你有力，你的手有力，你可以急。高调声，我的卡吹气，那是不是好声音？呵呵，手放松一下，等一下，给。他年龄是比较低，说我已经提醒了你们大多数女生是臀部比较重，说你们更加需要把重量移去前面，不然的话，一定不要去后面，臀部太重。做好先才来推他们，做好。Yes, 很好，很好，很好。辛苦去头子 ，OK， 对。这样抖着，好像 elephant trunk 这样子，有肚子抓，把屁股带去后面上面，而不是这样子吧？这样子你们要去前面的时候 ，OK， 你们要推去后面那样子，一点点的力，屁股上来就只有缩进去的感觉。哎，很好，很好，很好，练习很好 ，yes， 很好。
你找到那个诀窍了没有？辛苦去调整，可以，辛苦去调整 ，yes。给他娘再做多一次 ，OK。先把你的脚弄好了，先他娘，不要不是这样子做法，他娘，不要这样子轻轻的勾着，不要这样子 ，OK。先把它弄好来靠近你，这只脚不是放松松了，你有夹着你的手的感觉，夹着脚没有放松，太放松了 ，OK。起来的时候脚是夹着的，马上离开 ，OK。分散你的重量全部，脚如果你 active 的话，它会帮到你忙；肚子 active 的话，你手会少一点点力。所以把它分散，不是只有手吧 ？OK， 主要是手平衡。现在左脑平衡，两边的抓，每个人两边的练习就好了。OK， 然后过两边练习过后，你放松一下子，来练另外一个。找一种抓，一边有抓，一边能抓，一边不能抓上。有些人是这样子没有关系 ，OK。有些一边可以，一边不能。OK 的，一边走。OK， 讲 FP 怎样？一边来帮听他啊，然后再来听。Yes， 差不多 ，OK。Denis 卡用什么力？脚用一点力。很多人脚没有用力，很多人脚不放松。如果你的脚放松这样子啊，它本来它已经重了，你的手已经没有力了，你还把它放下来这样子，你的手不是更加重？你要 active 它，不要让你的手那么多压力 ，OK？ 那么多压力，你脚去 active 它起来的时候，脚没有给它增加压力的，脚要分担 ，OK？ 脚要分担的压力。确保打的很好，放松的你们。漂亮，来帮你们练习 ，OK。最后，现在十分钟来一个。现在练习这两个 ，OK。看自己要练习什么。刚才我们学了一个 Crawl，OK、okay?。刚才 Crawl 我们还做一下指导，如果你想学 Crawl， 回去你的 Crawl。如果你想要练习你的 baby crawl， OK， 一样的 baby crawl，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全部东西都是一次吧， OK， 记得小手放在地上， OK， 走去前面，膝盖搭到你的腋下靠近，不能的话下面一点点没有关系，是你前面，移到你的下巴很靠近你的地上的， OK， 差不多重量已经分担在前后 50% 了，一直夹起来，夹着手推，可以把脚带起来，换脚。如果你们已经可以了，过后就可以这样子做 ，OK， 慢慢下来。过后，第二个是你们练你们的 crawl， 可以夹着的。夹着的原因是真的要夹着，不是放着。夹它有膝盖把你的手臂关起来的感觉，不要让它打开。然后手的中间有力的推去地下，身体移去前面，好像青蛙这样子带起来。不要放松，这是你的手这样子放松，让你的手很不舒服，很重。你要夹着，有肚子缩起来的感觉，缩。OK，advance 过后，你就可以把膝盖更加的靠近，不用躺在这边，而是放在腋下旁边，然后继续推。再可以的手推，把弄直 ，clean，OK。第三个就是你们的 limb，OK、okay?。然后 advance 的人，你们可以从 crawl，OK、okay?。今天可能只有 Jack 可以做吧 ，OK， 从 crawl。Crawl to the eight limb， 这样子慢慢的滑进去里面，慢慢的下，从 eight limb 对对哪里 crawl 回来你的 crawl， OK， 再去另外一边，再回来你的 crawl， 这个需要很多手臂力 ，OK， 可能那个 eight limb 你不能留几个呼吸，一两个呼吸你就必须起来了 ，OK， 出发，每个人，剩下的我来帮你们练习，所以你们可以过后再回看。练什么都可以 ，OK？ 你觉得你已经练够你的 Eling， 刚才已经脚那个已经不舒服了，你想练你的 Crawl， 练你的 Crawl。都是你的 Eling，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OK？
要这样子掉下来的他娘，留一点点最后的5%的力气，让你轻轻的脚放下来，明白吗？不要让他滑下来，留一点点的力气，让他轻轻的脚放回下来。怎样轻轻的上，怎样轻轻的下，明白吗？很好 ，Annie， 求 subtle， 让你的下巴越来越远离你的第三点点，很好。手关，Auntie， 手关起来，手肘关起来哈 ，OK。用你手的力，手的重心上，整个两头看，你看你手整个两头看，很好。你这个没有关系，去你的，你的那个，你卡住不起来，佩佩，你把那个用你手手腕的力气吧。OK， 再来甚至扯去你的 ，roll up 起来 ，tripod look like roll up 起来 ，ending， OK。你只够连你的 pro 去你的 AE drive， OK， 等一下 ，OK， 不要嘛 ，OK， 感觉你的 challenge 就是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很好 ，AE， 他们你要练什么？给你连这个，你不要看第三宝啊。看去前面一点点，这样子很好。看这边，手不要有，不要没有力，肩膀手让它稳留在那边。现在手是你的脚了嘛？你不要让它动，你动的话，你脚一定趴了嘛？你上半身这个没有动的话，你的脚就稳了。脚动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你手一动，脚都动的话，你就整个人失去平衡了。手让它稳先，手是你的脚。Try,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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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于右手去前面一点，右手去前面一点，啊，再来想，再来想 ，OK， 脚 active 一点点，不要放松，脚勾着，有一点点的力，你的脚不要放松到吧 ，Good， 然后把小手摆起来，手去你的脸，右手的手掌去你的脸，够了，别不用太高，重要是你的脚夹着他的手。夹着他的时候，用力的夹着他，他有拉，然后走地平，颈部比较紧，手肘折，手肘开始折了，佩佩手肘开始折，你再走crooked ally try 啊 ，eight ankle sorry， 脱了，他搞起来 ，try 去吧。留住他呢，下来，轻轻的下来，不要这样子，每次这样子不好，你会伤到你的手。留一点点的力 ，yes， 慢慢再 ，control， 肩膀会摆摆，慢起来，关起来再 ，OK，try， OK， 对对起 ，go， 手刹，膝盖踢边老边的声，大大声啊，做好你 crossing， OK。Yes, so we try. Miren, can I try 那个手起来碰你的脸呢、啊、？OK, Doris, 你做好过后把手掌带起来碰你的脸。Okay. Pepe, apa lu nak buat? You sing good saya yang hari ini.不止说，哈哈 ，OK， 卡出起来，太多人用只有手一把，今天 OK， 你们太多人只是用手了，只是用手不好 ，OK， 刚才我们练东西也好，
我们不只练手嘛，我们的 warm up 都有用到肚子啊，还有脚的嘛。OK， 所以起来的时候不要只是用手，要有肚子缩，手才能不会这样重，脚用力才能下来。你在这边帮我配配，你的手一直指指这路边，你要整一点点，才能屁股上来，有没有？嘴巴点意思，对吧？啊，顶我阿爸弄来挂，高调一声，卡高调一声，勾好先你脚，勾好哈 ，OK， OK， 用力的勾着，嗯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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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等你把右手小手放地上。小伙伴上，你先做这个先，这个先，你靠近去前面，去前面，下来放下来 ，OK， 不是靠近啊，不要靠近，放去远一点点下来 ，OK， 然后只是用轻轻的力推身体前面，把屁股带起来吧，然后你的 aim 就是这个 ，OK， 手起来，yes， 卡，用那等不住地气，做你的脚直去。很好，他们慢慢练习。Yes， 你的手不要稳了，不要让它打开，不要让它轻易打开。OK， 虽然你的脚推它，你的手还是推回它，不要让它。嗯，没有关系。OK， 今天大概全部人都有练到一点点的技巧，可是最重要的话，其实技巧不重要的，对我来讲啊，看看看你就会做。我的技巧，刚才我讲的东西全部是我自己练了过后才有的脚，不是听别人。问题是要有力气，你的力气如果练不出来的话，你做的东西就不会稳。OK， 你只能可能你用你的柔软度保持在你的pose上面只能一两秒，因为你没有力气支撑。OK， 所以尽量的让你的全身的力气集中在你需要的部位，刚才就是手、肚子、脚。Pro 的话，大数是肚子还有手 ，OK， 核心。放松你们的，这边，松松你们的手，可以这样松松，松松你们的手。可以去做轮式的人，去做你们的轮式 ，OK。不能轮式，不知道什么轮式的人跟我一起做简单的规则，放你的 block 在下面，或者是不用 block， 把手肘放在地上，手肘的宽度跟你肩膀的宽度一样，慢慢的打开你肩膀，让它舒服一下子。如果你会做你的轮式的话，直接去做轮式，把你的肩膀 aim 你的肩膀，所以把身体移去前去后，前去后，把你的胸打开，腋下打开的感觉。那我们这个是比较 passive 一点点，可是也不要太过放松你的肚子，肚子做一点点，用力的慢慢打开你的肩膀，让你肩膀舒服。膝盖移去后面 ，Annie， 你不够位置了 ，Annie， 膝盖走去后面，你不够，身体不要往后，没有了，膝盖紧紧在你的臀部下面，看我脚，OK。然后手肘带去前面，你才有位置把它打开。你可以慢慢打开你的肩膀。Yes， 很好 ，Doris， 把你的胸推前后前后这样子，把你的腋下打开的感觉。哎，慢慢的，安迪，你把你的手肘关一点点，不要打开太远，手肘跟你的肩膀的宽度一样就好。然后才来慢慢的轮次下来。这个我们慢慢的也是下来，坐在我们脚跟上，动动肩膀，松一松。然后每个我们去到我们 Charles Pose 这边，你说有次你去 Charles Pose， 我们这个也去 Charles Pose， 把额头轻轻的放在地上，或者是你的 block 上面，或者你的手上面放松，把肩膀放松，你的手放在臀部旁边，肩膀让它沉靠近地下。肩膀没有压力，肩膀放松。把眼睛关起来。
完全的休息，完全的放松一次。让我们的头转去左边，眼睛继续关着，把右耳朵靠近地下，让它沉。来拉我们的颈项，放松我们颈项。轻轻的转另外一边。左耳朵加靠近地下，回来中间，慢慢的推进起来，坐在脚跟上，把眼睛睁开，我们做最后一点点的推进。OK， 左手放右膝盖外侧，右手放身体后面，身体伸展一次，弄长一次，再来转全面。慢慢的回过来，另外一边，伸展上半身，弄长一些些，吐气的时候慢慢的转出来。慢慢的回来中间，两手放身体旁边，吸气，伸展去上面一次，弄长一些。手合起来，慢慢的带到胸前吃，头朝下一点点。Namaste， 谢谢你们。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或者 PM 我。没有问题，你们想要刚休息不够，继续去休息可以。OK， All right， 谢谢你们。有问题可以打开麦。